白石飘零，白龙生。我在老家豆腐市上，我去过县城，我就想看一眼上海长么子样。一个人一个名，家里派位早就立好了。是个什么？立良心的话，丈夫徐国是为心思。The Japanese are approaching from the north. It's beginning. 我们要参军。刀子过去吧，刀子亲人，愿意死，你们都给你扛起来！巴西，巴西的弟兄们，因为有你们，上海还在。我们中国还有希望。不收了。这些孩子个个都是爹娘生的，坚守国家。欲知吾妻哀见，主子张大承认仍宜当军人，为父报仇，为国尽忠为义，让我子孙后代再不受此屈辱。